学会了没有，大哥？会啦，这个很容易的，这样串起串。这个就 OK 了，又得一个。过两天天晴了，我也要包。对。看一下包法。它这个要称。舀一点米到粽子叶上面，以后。那怎么包？就这样一转过去，就 OK 了，这还不容易。过两天我也要包粽子的。应该重新拿叶子。这样是吗？对。那它会有点小，这样就大一点了。那你就不要卷得那么小了。怎么这样就大了一点了？对。多放两个板栗。这么大一块肉哦。自己吃。还是这样子盖过来的，这样子。那这边怎么盖呢？你就把那个米放好一点先。太多了，放少一点。对，放少一点点，包小一点先。就这样嘛。炸紧。会了，会了。使劲的炸紧。小问题，小 case。是不是？会了，会了。OK 了，一天包两个。会了，会了。包200个不成问题了。会了会了，绳子捆。不要露米哦，那这就露米了，那。穿包了，穿包了。他把它提起来就可以了，他也是这样子的。哦。你那个自己吃就行哦。对呀，多包几个就熟了嘛。是。这个卖相还是可以的。四角的嘛。大哥。听说。徐姐，她哥明天过来哦。是啊。准备好东西没有？那个我要准备什么？准备礼物啊？不准备招待啊？买点吃的就行了，还有。准备东西招待啊？吃肯定要有了，是让你豆腐。好酒好菜啊！豆腐菜包。好酒好菜，你总得有的。酒是有的，那个风。蜂蜜酒应该好了吧？不懂哦，你要问哦。蜂蜜酒是很好了。大哥。还有那个蜂巢。大哥好不好讲话了？我也不知道啊。那你不是去他家吃饭了吗？哎呀，还不熟，还要理不理的那人，难道他会很热情的？是不是包好了？可以。是不是？杠杠的。怎么绑的呀？打死疙瘩呀！你来。你把这个绑到中间，等下我要给刷出来就行了吗？不会，没有教我绑绳，我不会。反正打个死个搭，踩过来踩过去，就 OK 了。那你总得给人家一个好印象啊。我这个印象放到哪里都是好的。琪姐说10000块钱彩礼就要你娶到她了，你这个也……哎，其实讨老婆就这样子了，你太贵了，像我们农村哪里讨得起啊？是不是？那你这个老婆娶的也太简单了吧？哎呀，我没钱没办法了，跟我有钱了我也想风风光光的，是不是？那明天我们也有大餐吃不？上次都有的吃的，我叫包哥他们一起去，热闹一点。你是怕自己不好意思吧？哎呀，你是怕自己紧张吧？多几个人帮我助下呗，助下胆也强一点嘛，是不是？也热闹一点啊，是不是嘛？那你明天要买好菜哦。菜有的吃。杀只鸡哦。杀只烟鸡。那个。不要让人家觉得小气哦，酒他喝不喝酒了？管了喝不喝就搞2杯给他灌醉为止。我那里有梅子酒，那个梅子酒喝了很好喝，但是很上头。我那里有那个蜂、那个也可以。那个还有蜂，还有那个王蜂酒。你要不要给他买礼物了？你要定下来行吗？6斤，你买礼物才能定下来嘛。户口本都拿过来了。定好些，等一下不要说。
还没毕，又是礼物，又是礼物。那他都拿户口本过来了，你不想办法把那户口本拿到手？那可很简单的。快点去买菜，准备好明天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